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。须菩提，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一品的大意是，佛陀说，须菩提，如果有人拿充满无量无数世间的种种珍宝用来布施，又由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，并爱此经中的教义修行，甚至是经中的一个四句偈子受持读诵，为人讲说，他的福德超过前者。怎样为他人演说这部经呢？令自己安立于心及万法本来寂静涅槃无生的角度，不生知见，不着所有的相，不必身心内外一切境转，如如不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切有生灭变化的存在现象，如同梦幻泡影，如刹那闪过的电光，如尘漏暂存，应当这样看待他们。佛说完这段话后，长老须菩提以及所有的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女居士们，一切世界的天人、阿修罗等众生，听到佛的说法都非常欢喜，愿意相信并升起力行去做。这一品是《金刚经》的最后一品，在整个《金刚经》中，佛有六处提到受持读诵此经乃至四句偈等被人说法的功德，胜过用无量七宝用作布施。这一品的重点是怎样为人解说。佛说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什么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？如来安住在真空之境，不生法相，但在时空中为无量无边众生随机开示，而如来真空不生众生生相，不生众生心相，不生度众生说法的相，这样普度众生，无众生可度，无佛法可说。这经名为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如来语默动静皆是佛法，如在禅坐中知身心虚妄，那身体的酸麻冷胀痛虚幻，头脑的杂念虚幻，闭眼看到的境界虚幻，身体外的一切声音吵闹都虚幻。如果了知这一切都虚妄不实而安住，即是安住于无所住中。因身心内外虚妄，你能安住于哪儿呢？即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如果行者能于雨墨动静行住坐卧中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即是安住于法界大定中，万法本无生，也即无形无相的如来空定。如来在空定中一言未出，有无量众生也可因此得度。佛最后为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做了一个解释，因为在如来之境中，观这个世界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并告诉所有的闻法弟子也应作如是观。金刚经的最后这首偈子常被一切初读金刚经的人拿来应用，不但常挂在嘴边，在打坐中也常观想，把这世界万法观想成梦幻，观想成水泡，观想成露珠，观想成闪电。但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，因又着了梦幻泡影、闪电露珠的相。佛说，观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是想告诉众生，这世界万法，包括你自己的身心，是刹那变异生灭、无常的，是虚妄不实的。你不要执着了，不要再执着生命中一切的变异得失而痛苦了。当然，你的烦恼痛苦亦如露如电般的虚妄。安住于这种见地上，
把令你迷惑、令你痛苦、令你快乐、令你渴求、令你恐惧的一切都当成梦幻泡影一样。你不需要纠结怎样拿、怎样放，你只需要从梦中醒来。佛说完所有的开示后，长老须菩提以及所有闻法大众都非常欢喜，马上信受奉行。什么是信受奉行？即听懂了并相信接受佛说的一切，而后马上执行。